阿昭，你放心吧，有胡军师指挥战场，霍玉郎假扮你的声音，我只要做诱饵，拖延时间就可以了。等你救出表妹，回到主战场，我就可以回来了，别担心了。 将军，郡王那边你就放心呐。玉锦他渴望上战场，那你就不怕他这次玩大发了？我放心的，郡王早不是那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了，他现在可是当爹的人了。黄毛丫头懂个屁呀！你以为所有当爹的人都像你爹这么靠谱吗？反正我相信郡王。好了，我现在担心的是表妹。